我哋嘅神系属于耶稣，Amen。这一地系属于耶稣，我哋嘅神系作王，Amen。 Hallelujah， 我哋一齐讲 Hallelujah 三次，好大声，好冇？一二三 ，Hallelujah，Hallelujah，Hallelujah， 够唔够大声啊？再一次，仲大声啲 ，Hallelujah，Hallelujah，Hallelujah，Amen。 今日我拣啲歌咧，全部都系讲耶稣系配得。 因为我感觉到咧，我哋要高举主耶稣，我哋要赞美佢，我哋先至会见到我哋嘅城市再一次恢复呢个嘅平静嘅心，同埋唔系净系平静嘅心，系真系赞美主嘅心。Amen， 归向耶稣，香港归向耶稣。Amen，好啦，我哋一齐去赞美神，一齐歌颂赞美。Amen。 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哦，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圣名，哈利路亚！一齐歌颂赞美。 赞美主 ，Hallelujah，Hallelujah， 我哋会拍掌，好唔好啊？ 我哋嘅神，Amen，够唔够啊？唔够，我哋再一次拍掌，赞美我哋嘅主，主你配得，主你配得，你系万王之王，你系万主之主 ，Amen。 耶稣万世君王 ，Amen。
温和，谁与你相比？万国万世界主宰，尊崇你。耶稣万世君王，谁与你相比？万国万世界主宰，尊崇你。万口承认，万山要跪拜，万国万国尊称耶稣作王。再一次，耶稣万世嘅君王 ，Amen。谁与你相比？万国万世界主宰，尊崇你。耶稣万世君王，谁与你相比？万国万世界主宰，尊崇你。万口承认，万山要跪拜，万国万国。我们一切的重担 Amen。 你背负我们重担，谁与你相比？让我来献上赞美，尊崇你。你背负我们重担，谁与你相比？让我来献上赞美，尊崇你。万口承认，万心要跪拜，归我王，一齐举起双手，和赞啊！和赞啊！归我王，和赞啊！归我王，和赞啊！归宝座上的主，万王之王。就是很多人行街举起双手说，和赞啊，和赞啊，归我王，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当中作王 Amen。 所以我想嘴唱的时候，和赞啊，和赞啊，归我王，你就想起如果我们大家都出去高举主耶稣，我们会见到香港归主 Amen。我们再唱一次，和赞啊，举起双手，和赞啊，归我王，和赞啊，归我王，和赞啊，归宝座上的主，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基督在我们当中。和赞啊，和赞啊，和赞啊，归我王，哈利路亚，归我王，和赞啊，归宝座上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基督在我们当中作王，作王，作王，一起开口，一起高
so great, Jesus. 地方地嘅系咪？喺主里边，喺佢嘅家里边，有真正嘅欢呼嘅声音。Amen！ 我哋再一次拍手掌，俾我哋嘅主呢个欢呼嘅声音。Hallelujah！ 耶稣，你配得至圣尊荣。耶稣，当受最高赞美，完全地响应主天唱和，来传颂全生命。超乎完美，耶稣，你配得至圣尊荣。耶稣，当受最高赞美，完全地响应诸天唱和。来传颂全生命，超乎万美。让我们屈膝俯伏敬拜他，因他圣名，万世要归拜。
若晚后承认他是主耶稣，全能神感我荣耀你，但愿尊贵颂赞我全能都归于你，都归于Oh
哋而家咧，净系用我哋嘅声音，唔需要音乐咧，我哋再唱一次。但愿尊贵颂赞我眷念，都归于你，都归于你。愿尊贵颂赞我眷念，都归于你，都归于你。主耶稣，为我赞颂一次。主耶稣，主耶稣，为我赞颂一次。再宣告主耶稣。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高举祂的圣名，坐在宝座上，耶稣在这里，用我们的赞美为宝座。耶稣在这里，祂想医治破碎心灵，祂想医治你觉得没有盼望的。耶稣是你的生命，耶稣是你的盼望，你得到医治在祂的面前，在祂的面前，不是因为谁说什么，是因为耶稣说，我来到为了令到你有生命，而且丰盛的生命。举起双手去接受祂的丰盛的生命。 Hallelujah， 丰盛现在是临到每一个，丰盛除去一切的忧郁，除去一切的担忧，除去一切的惧怕。哦，这个惧怕，这个仇敌是很大的。主啊，你打破，打破这个黑暗的权势，惧怕要离开，我们要满有盼望的，我们要仰望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哈利路亚，哦，啦啦啦啦啦啦，是的，啦啦啦，主耶稣，主耶稣，哈利路亚，哦，哈啦啦啦啦，快升的，哈利路亚，如果你仰望主耶稣，一切的捆绑，一切的黑暗要离开你，会离开你，因为在主里面是没有黑暗，只有得光明的。Hallelujah， 祂在黑暗里面所照的光，祂说我是世界上的光，祂亦都说你是世界上的光。 Amen， 凡是主里面，我们是会有光，照光入去黑暗里面，令到好多人你归信主。 Amen， 我见到千千万万的人你归信主的。 Hallelujah， 我们没想过会归信主那些很坏的人，或者是很硬颈的人，但是他会来的，因为这个是丰盛的日子，这个是收割的日子。 Amen， 你相不相信啊？ Hallelujah， Hallelujah，哈利路亚，阿门。
在历代志下二十章那里记载，当昔日有大军有联军来到去攻击以色列的时候，约沙法王他惧怕，但是在第三节讲到说，约沙法惧怕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并且在犹大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集求耶和华帮助，甚至各城的人都前来寻求耶和华。是没错，当面对黑暗权势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惧怕，但我们要好像约沙法王一样，他惧怕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他惧怕他就定义来到召集人一同去寻求耶和华，一同来到去呼求神。约沙法王他站在耶和华的院前面，他这样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国万邦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是大有能力，无人能敌挡你的。他都提醒神自己的应许，他说，神你应许说，若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的惩罚，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急难的时候站在这个殿前向你呼求，你就必垂听并且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于是乎，我们看到当约沙法王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藉着先知跟他说，他们不需要靠自己去征战，而是耶和华会亲自为他们征战，他们只需要做的就是来到去赞美神。於是約沙法王他就來到設立歌唱的去頌讚耶和華，他們走在軍隊的前面讚美耶和華，說當稱謝耶和華，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當他們開始唱歌讚美的時候，神就親自派伏兵來到攻擊所有要攻擊以色列的敵人，讓他們自相殘殺，最後神得著完全的勝利。我感受到神他今天要將我們的眼光看在，没错，有黑暗的权势，包括死亡的灵，包括分裂的灵，包括要毁灭香港的灵，现在在笼罩着香港这个地方。但是主他说，我们好像约沙法王一样，这些事会叫我们惧怕惊惶，但是主他说，今天他兴起我们，就好像昔日兴起约沙法一样，当我们定义寻求他的面的时候，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主必应允。Amen。主他说，他的站，他的子民的祷告他必垂听啊。Amen。 在殿里面的祷告他必垂听啊。而我们去赞美神，我们去高举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去高举他的信实的时候，主他说，你要看住了，我必亲自为你征战，我必亲自为你征战，我必亲自为你征战。是啊，所以主，多谢你今天求你教导我们啊，教导你的教会，我们不要见到敌军就惧怕，而是主，我们相信现在是你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都相信现在是香港复兴的时候。是啊，香港复兴的时候，你复兴的火要降临，是啊，你要在我们的当中施行你奇妙的作为，让万国万邦的人都知道你是香港的主。Alleluia， 我们一起举起双手，一起去为香港去征战的赞美我们的主。Alleluia， 我们上帝，我们开心的。Alleluia， 我们上帝，我们上帝。藉着我们的赞美，我们是征战的。哈利路亚，啦啦啦啦，上帝，啦啦啦，上帝。伟大的神，我们赞美你，伟大的神，我们称颂你，因你伟大，哈利路亚。因你伟大，你是行奇妙神迹，没有任何神像你，没有任何神像你，因你伟大，你是行奇妙神迹，没有任何神像你，没有任
又飲何信仰你？沒有飲何信仰你？人你偉大，你是很奇妙神蹟。沒有飲何信仰你？沒有飲何信仰你？沒有飲何信？沒有飲何信仰你？沒有飲何信？沒有飲何信仰你？ Amen. Amen. 冇第二個神，冇第二個神。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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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我们都举双手敬拜你，我们都举你圣名，你是配得赞颂，配得尊崇。我们都举双手敬拜你，我们都举你圣名，因你伟大，你是很奇妙神迹。没有任何神像你，没有任何神像你，人你伟大，你是很奇妙神迹，没有任何神像你。尊崇，我们都举双手敬拜你，我们都举你圣名，你是配得赞颂，配得尊崇。我们都举双手敬拜你，我们都举你圣名。没有任何神像你，没有任何神像你，人你伟大，你是很奇妙神迹，没有任何神像你，没有任何神像你，人你伟大，你是很。我哋用呢首诗歌去祷告，没有任何我唱呢首诗歌嘅时候，我见到神迹发生。可能咧呢啲神迹唔系你预期嘅神迹，但系咧个伟大嘅神迹，就系咧神迹要喺我哋呢度每一个人心里面发生。是啊，主，我哋祷告，将一个神迹发生在呢度每一个人嘅心嘅里面，发生在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嘅里面。祷告，我哋同心嘅向你祷告，求主你赐下出人意外嘅平安喺呢度每一个人嘅生命嘅里面。阿门。
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这个神迹。可能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可以被侵犯的地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不输得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令我们不平安，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令到我们恐惧。但是主啊，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入到这个火窑里面的时候，入去之前他们说即或不然，我的神都会拯救我。Amen。 或即或不然，就算神拯救我，我都要尊荣我的上帝。他们输得起，所以主啊，我们今天就求你将一种即或不然的平安挤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里面，将我们那种心中的恐惧除去，因为有你我们就喜乐，因为有你我们就满足，因为有你我们就有平安。是耶稣你说的，你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所赐的平安不似得世人所赐的，叫我们不需要忧虑，不需要恐惧。主啊，我们多谢你。主啊，将一种的神迹在我们的里面的确不容易，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是可以，不是我们得，是因为你能够。